那个草啊，没事没事。所以要干嘛嘞？乱飞。想一下啊。还有洞可以穿。你要穿这个洞吗？这个我觉得有点危险。对啊，很危险的。没有登场杆啊。好啊，那就乱飞哦。乱飞啊，乱飞。他就会这样子，然后就反过来，超直冲。而且我那个，我之前有一开始有买一台那个酷配的推荐我一台那种迷你机，然后就是因为这样掉，然后掉在柏油路上就坏掉了。哇！
是什么东西坏掉？就是好像这样撞，然后它的里面那个突传就坏掉了。哇塞！然后就说，我就为什么说酷飞行事很慢，对不对？嗯。